我的小伙伴们，这个老盖了啊！这个蛋挞，我跟你们讲，我先吃一个，然后一会儿告诉你们啊。这么好吃的蛋挞，1块钱一个。你说，40个蛋挞，2盒这个蛋挞液，直接蛋挞液直接倒这个蛋挞里边就行。空气炸锅我是用170度20分钟，太好了，里边就是这样的。看见没？直接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，一共40个，2盒这个，2盒这个，直接往里边倒就行，然后放烤箱也行，空气炸锅也行，一烤，太好了，太合适了，40个，39.9块，下边小红车，人手必备啊，人手必备，必须拍的，这太好了，真的，超级无敌巨好，老好吃了，拍去吧，真的太好吃了。